回来，现在让我来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他是资深的重量级的保险理财专家，他的名字叫做伊旺姚，他是代表万富理财。那么伊旺，非常欢迎你。周乐小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万富理财的伊旺姚。伊旺姚他连续荣获七届的全球百万圆桌顶级会员保险业的国际顶级奖，一共获得了保险业界的20个美国以及国际大奖，今年也再次蝉联了 Allianz Life 华人冠军，真的是我们华人的骄傲。伊旺，非常高兴您能够再度为湾区的观众朋友举办一场座谈会。是的，我们本届的这个讲座呢是在12月2号，下周六，下个礼拜六，主题呢是岁末省税免税风险控制全方位的财富规划讲座。然后呢，讲座呢是由我们万富理财主办的，然后有3家财务公司，有4位财务和税务专家共同来举办的。好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哦，在岁末如果有非常理想的一个财税的专家来替我们把关，然后让我们的资产，尤其是退休金里面的钱，可以继续的养大，并且达到了免税、节税，还要控制风险这个3个目标的话，实在是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在12月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由万富理财有3家财务公司，是的，4个非常经验丰富的各行各业的财务规划师来替我们做这个讲座。那以放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12月2号的座谈会里面的7大主题。好的，我先给今年所有这个电视机前的赚得多的朋友们说声恭喜发财了。但是赚得多怎么能够存下的多呢？存下的又如何能够永远的留得住呢？所以我们岁末的这一次讲座的主题就会紧紧的围绕住这个税务策略和风险控制策略。那第一个主题呢，就是税法的更新和变化，然后呢，如何做好年底前的抵税的准备工作。第二个呢，就是跨国居民的投资和税务策略，海外金融资产账户的申报。那么这两个主题是有具有20多年经验的税法教授来主讲的。第三个主题，小商业主的省税方案，如何省下高达100万以上的省税额。那么这个主题是由资深的具有30年经验的国税局注册的退休计划顾问Aland Consultant 的杨总裁他来主讲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万富理财还要帮助您再实现一个理财的小目标，如何把你存下的钱、留下的钱变成永远的留得住。所以我们要介绍几个理财高招。第一个，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如何不受股市、房市的波动的影响，达到潜在年回报12%到19%。第二招堪称为美国福利，倒算指数法，保证年年无下跌。天下理财无数招，此招只有美国有。第三招，我们的退休缴招，我们的 401k RA 如何可以保证无下跌，保证零费用，然后做到终身领不完呢？第四招 W2 税后投资，如何建立终身免税财务策略，终身免税的资产保全，终身免税的退休收入，终身免税的资产扩张。那么这几个主题呢，是由我和我们公司的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国际注册财务规划师共同来主讲的。伊旺，如果有一位华人朋友他手上有50万的现金，那在这个岁末年终省税并且能够抵抗这个冒险市场的风险的计划，你可以提供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如果这位朋友他的钱不是短期需要用的话呢，中长期的财务规划，我们推荐，强力的推荐免税的财务策略。在去年此刻，我们有一位高科技公司的 VP， 他就做了这么一个计划，他每一年呢放11万1，分5年放到这个免税的财务规划里面去。同时呢，银行分10年注资178万，一起放入这个计划里面。于是呢，这个家庭他马上就拥有了一个400万的免税的资产的保全。接下来的话，他将来还可以这样子用：第一个，终身免税的退休收入，如果到了65岁的时候，他想拿出一笔钱来给自己养老用的话，每一年估计可以领出来的退休金大概在19万左右一年，但是是终身免税的。第三个，
将来他如果说这笔钱永远用不到的话，他可以把它放到一个信托里面去，从此建立一个1000万到1600万以上的一个免所得税、免遗产税的这么一个资产，完全实现免税资产的扩张。哇，太好了！像纳斯达克，他也呼吁所有的投资朋友，因为现在各大股指都是在历史的高点，那么他们也在强调，投资人应该注重的是资产配置。那如果有一位朋友，他手上有 401k， 还有一些 IRA 的 account， 那也是 participate 在市场的，他又担心市场会下跌，那您建议他怎么样做到很好的能够抵抗风险的这一个策略呢？其实个人投资的话，要抵抗市场的风险并不容易，但是的话，如果你不能够造船过河的话，您可以借船过河。我们给大家推荐以下三个保证无下跌的退休计划。第一个，在您的退休账户上开户就送15%的红利，保证无下跌，保证零费用，终身递增领取养老金计划，保证人在钱就在。第二个计划是在您的退休账户上面开户送7%的红利，7%复利递增20年，但是以此为基数来计算您将来领取的终身领取的养老金计划，就像您建立了个人的 pension plan 这样子。那喜欢增长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以下这个计划，保证无下跌，保证零费用，然后指数涨的时候呢，每2年倒算乘以75%，平均回报率在6%-7%，但是跌的话保证无下跌。那这样子的话，10年左右的话，您的资产差不多翻1倍不到，但是20年的话可能就是4倍。关键是当指数涨的时候，你不畏高，你不怕跌，倒算指数法，保证年年无下跌。哇，同时呢，我还非常的惊喜啊！刚才以往讲到了这个理财有千万招，但是有一些招数呢是只有美国才有。非常期盼朋友们可以在12月2号来参加由3家财务公司、4位理财以及税务专家所举办的这一场全方位的税末省税免税风险控制的，由万富理财以往姚以及其他的3位财税师还有理财专家为大家准备的2017年岁末年终的免费的全方位的资产规划讲座。谢谢你，以望。谢谢周乐小姐的介绍。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您实现了昨日的梦想，你可能有几栋房子啊，你可能有上百万的退休金，但是呢，让我们的万富理财再助您一臂之力，实现你明日的财富的梦想，再创财富辉煌。我们在下周6、12月2号的讲座上再见了。感谢易望瑶，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今天的娱乐漫谈到此结束，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礼拜6同一时间再会，晚安，拜拜。